高雄乡里总统报告是以总长在6:08就可以进来，在左边这些萤幕以及正前方的萤幕都是他可以掌握海空情第一时间做指挥的一些用到的萤幕。我们在新闻一直提到总长参加过大诺计划，对，事实上总长也是那个时候的金国号研发测试的试飞官的总指教官。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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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这段时间就麻烦各位多加把劲，多注意，因为要过年了，是，大家加油，大家加油，谢谢总统，谢谢总统。今天上午呢，我召开了国防军事会谈，提出了三个确保。下午呢，我也立即来视察，来稳定我们的军心，国防事务如常运行，让国人安心，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要请各位务必全力以赴。我要再强调一次，国防事务如常操作，不可一直懈怠，这就是我们怀念沈总统最好的方式。请大家加油，谢谢。